美综合报道，全球最大成人影音网站 PORNHUB 日前公布2017年数据调查报告，发现台湾人最偏好看日本 A 片，但搜寻度最高的 AV 女优却非日本，而是一名20岁的乌克兰裸模。 Pornhub 调查报告显示，2017全年度共有285亿人次造访该网站，平均一天有8100多人浏览，影片上传量超过4000莫则，总播放时数更超过 59.5 莫小时，等于得花68年才能看完。这周的关键字为 LESBIAN 女同志，HENTAI 日本情色动画及 MILF 熟女。至于台湾用户方面，平均观赏时间为10分35秒，高于全球平均。最高搜寻的关键字为 JAPANESE 日本，其次则为 TAIWAN 台湾， CHINESE 华语，显示台人偏好看日片。至于搜寻度最高的女优，则由乌克兰的20岁裸体模特 MILAAZUL 夺下，其次才是众人熟悉的日本 AV 女优朱莉和波多野结衣，乌克兰裸模 MILAAZUL 反射自 Instagram， 乌克兰裸模 MILAAZUL发射自 Instagram 成人网站公布2017年台湾用户使用数据，发射自 Pornhub。